对清代故宫影响最大的工匠，最初他是来自哪里的？嗯，清代的，清代宫廷里的，故宫六百年，但是我们说的清代，一个是江西，一个是山西，一个是江苏，一个是赣系，赣匠，嗯哼，一个是山西的晋匠，嗯，然后江苏，苏匠，吴匠。吴匠，因为他包括了这江浙、嗯、山西呢，倒是目前全中国地上建筑遗产或者说古建筑留存最多的一个省。元朝以前呢，对75%的在山西古建筑，地面文物，地面文物山西是最多的。所以故宫在清代有没有可能，啊，匠人当中山西的匠人会占主要的影响最大的一个群体？我看看啊，这两位我都不问，这俩都是学建筑。我问你，我是选了 B 山西。因为故宫的建筑它是属于那种比较大气、比较宏伟的，山西它的那种原始的、朴素的，风格是和这种大气比较相似的。我问你啊，故宫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建筑材料，叫金砖，你知道？不知道，金砖的产地是好像是苏州，对，苏州就是苏州，苏州的，就是无锡，故宫贴的金，那些金箔是哪儿的？难度在增加，没有，我是在给他们挖坑，就各种迷惑的。我刚才一想，工匠他也得有东西呀、啊，除了他的手艺之外。它的材料和它本地的这个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呀。反正我呢是觉得，啥都得琢磨琢磨。我选 C。来，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选项的这个比例啊。江苏占了50%，山西占了40%。嗯。然后江西的工匠，日志率最低。天哪！10%，该不会就是 A 吧？当然。大家听说过样式雷吗？样式雷知道啊，样式雷就是故宫的那个。对啊，样式雷。样式雷，而且直到现在为止，他们家传人还在北京呢。就是他从哪儿来的？呀，因为你要说他是没查过北京的，那他后面就是北京人了。样式雷，对，他怎么来的？几百年就是故宫就是样式雷，对，雷发达。他们一家就是干这个的，对，给故宫画图样啊，做烫样儿，做烫样儿，所以叫样式雷。就今天说做模型，建筑模型，他是江西永修，是赣匠，有清一代，从康熙一直到宣统垄断了，他们就在啊样式雷七代，所以他是江西。常老师，您不能这样。但是您说对了，我们刚才在这儿玩命的在那瞎分析的时候，您一点提示都不给。我其实耸过肩膀，我这样耸过、啊。我以为是我说到您心坎里，您耸肩膀呢。没有，说到心坎里我会放平。所以我们刚才这瞎分析完全都不靠谱。我觉得这完全正常。说江苏也是有一定道理的，因为明朝、明清故宫啊，明朝的这个故宫的匠人，他就是那个蒯祥。就那个蒯大富，当年清华的，他那个蒯，那蒯祥呢，就是吴匠，是从苏州去的。那相当于山西的工匠就没有染指过。染指当然染指了，都有的呀，各地来的都有。我说的那个头，对，起影响主导作用的，这个影响最大，确确实实是样式雷。行了，这是个冷知识啊，这知识很厉害。